准备好法兰盘，加工法兰盘，法兰盘加工好，螺杆准备一根，螺杆与法兰盘为15毫米，安装后纳斯卡盘，卡盘固定，四颗螺丝做固定处理，固定好后两边牛角会缩进去，像视频中所示，然后到回转油缸那边把螺杆往前顶，现在两边牛角已经出来了，可以踩下脚踏开关试验几次，正常后可以安装模具，模具安装完成后安装夹块，固定夹块螺丝，大概找准模具中心距，主轴旋转测试，找准产品中心距，找准后做脚通，可以一副模具做两边，如视频所示，效果还是很不错的。